委员也讲了，在后面的红榜哦，就是这个七位啊，代表我们彰化县来参赛选手。副县长好，很荣幸今天代表王惠美县长来参加我们彰化县这个108年啊这个县长杯的拳击锦标赛哈。刚刚我们的主任委员也讲过了，这个是我们这个总统杯的前哨战，希望啊各位这个选手啊能够全力以赴啊争取佳绩哈。那我们20啊是我们拳击的发源地哈。那在这几年啊我们这个在拳击方面的成绩啊是有目共睹哈。啊因为这个成绩太好了，有太多的这个丰功伟业啊要我念一次，所以我看一下考了哈。那在106年107